四星花一是不是要排到豪门里面的？都是，不要试图随便亲我们的第一排宝宝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们宝宝太硬了，我们符还没打满呢，这是，才打了144。是不是该把我们排到豪门里面了？这是，你看我们第一排首发宠他妈1700的防加防御天赋，2000防的攻宝宝，8000血，谁他妈打的死这宝宝？这质量1650、1580，这质量，方寸号上也有一只，这质量谁打的死？我就想问这宝宝谁打的死？这宝宝谁打的死啊？这是，都他妈1900、2000防。还有一个了，这波可以洗点去，这波能洗吗？这波不能洗了，好吧，这波已经洗到头了，这波不能洗了。